今天的第三名收获双胞胎金刚葫芦娃，我不知道哪个粉丝喜欢，到时候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粉丝的。今天呢一大早呢就来到了巴扎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第一圈速转。这个里面东西呢都是新套，但是达不到我出去标准。双胞胎一对啊，都是总闸口的东西，很新啊，连油都没打。爱怎么不能？啊？不是爱怎么搞都用个东西呢？吃啥了呀？二不是半不能？也吃四杯。吃四杯吗？嗯。他讲一杯不是？红包得不能啊？啊，当然不能不是。那零工贵不是呢？当然是百十块钱的。我就，那是百十块，我们都打下这么子的，好吧的。讲你们算不得，牌子帮我们要换锁门的了。牌子这样吧呀。啊，讲你们算不得，我们是蒙古包的。看一下，给我送来两个新料子，这两个料子呢，材质还不错，身材也不错啊。好，准备能跟他谈一下啊，好事成双。我们今天呢，受益人的一天啊，碰到的第一对料子，争取一下。来，咱们吃。烫啊，怎么样？我们贵宝带呢？那就咱们吃。啊，我们贵宝带个啥子？白带是。我讲白带，白带。不买的。那加了2000块钱，我现在这个是咱们老板拿好多的，拿的在不行，他身上面，身上面，再怎么办？该上班了，困难，困难是没的。怎么拿个证开了的车呢？是哪个证开了的？证开了的。是哪个证开的？我咱们这咱们上班的。啊，是，怎么这结婚快了嘛？大姐姐。那是不是那些的？你快退的吗？快，我说退不了了。那是退的，那是退的。现在是12000啊，我加了2000块让他没给。是个可能吧？吗？我是现在。这个绿的，说到我们干，是不是买这个绿的吗？嗯，是的。现在有人可能听到我讲那比较，俺们的一三铺的干嘛就没修铺，俺们的50000才买。50000块拍的不是？俺们比较好嘞，往好。我看一下啊，14000，他我走了以后他叫我，他肯定会给我的，但是我必须再给他多加1000。第一个这两个料他让我第一个人看，第二个这两个料我能看到价，能看到利润啊，也要给这个商家给点利润，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细水长流。今天的。啊，第一对是双胞胎啊，好事成双。过去在，严肃点啊，再给我看空气一下。来，红包红包。我要三个腿的。太辛苦了，看到头像啊。我讲。要啊？来，我们这头像我们要看，这是我们在抢的啊。啊，这个不是鱼，这啥都不知道，这什么隔壁的行菜的？隔壁的行菜的。有菜菜呢？俺们这沙漠几天不睡呢？沙漠几天不睡？毛几天能开完去？多长的？
ama bek var cinken oz. A bela bela kana baksan bu tuna. Bela kuma ya. A to hatun bine. Nani tamay tapa. Toy friend man. Kono 5000 pet oz baktı ha. Hazi yok. Hazi yok ha. Çıkım koy baktı ha. Min koy baktı. Min koy baktı. Ez kazı alarsan yeni taş ciddi aldım yaşamdım. Şekli okşa şeyini iyi anda. Azrak çıkıyor. Çın borcun adım. Çin drona, sen bol tay. Dosu iki kişinin手 修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我对这样修过的形状东西啊，我不能打击它，对不对？慢慢听到的，挂就录。这地方有一块料子啊，我准备谈一下子。今天的第二块宝贝，如果能拿上最好，拿不上的话没办法，因为这个货主呢，第一个比较难说话，第二个呢，他们这个条件也比较好，我估计加少利润不给。我们先谈一下吧。阿姆爹，我出来钱，我出去干嘛？阿斯泰干嘛？那不是别个是咱们老板，我去往那地方啊，说还不咱们干干还不是，我们这雷霆，从这回到不从这呢，放大空间，咱们这呢年轻提拔呀，一个门就是咱们啊，啊，一个在哪，我就是在，什么快拍的不从二是那不什么，看到没？我比搭档的比轻松了呀，我们做啥？那不是你乖乖的，怎么干？你那说啥？啊，那我们这边生活吧，他放大些嘛，很个家不老实的，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基本上我们现在这地方的，我们这边生活。这普通人，你说的普通人，三十五买多，说买，可乐，买可乐，买买。买的，阿些天吃个子在呢。说，啊，买几个新吃吃吃的，买点吃点吃个子，你这样把新装备的，买回来弄到些，啊，二十五块钱。还蛮正常，普通的。那是蛮正常，蛮正常。啊，这在买你们家不干？买起来不那东西，你多新装备出来的。看到我们这什么快拍的吧？那还是能办个蛮通车渠道没事啊？那通车渠道不存在那么交换吗？啊，蛮的，非常的像不像？咱们干不拿的呀嘛？好的，是吗？现在也很了。那去啥子？什么国家的？嗯。我直接从这个房子带去呢。现在是这个情况，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现在人家给了三万七没给，他现在崩了四万不卖。这料子呢，我能看到四万五左右，所以说这料子有性价比。这料子就是不告诉本钱，一眼就是四万多的东西。然后呢，可能就是说，如果这个料子我不买，我放那，只要他们一看我给价了，很快人家就会告诉哎，里面的料子给了三万几没卖，里面出多少钱没卖，人家在我后面加一点钱，或者再多加个几千块钱，人家就拿走了。所以说呢，我都是这样一对一的这样谈，把东西放在口袋里面，不能让别人看见。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呢能够谈下来。不行，咱们就给出一价，出一口价就出别人没给的价。如果别人他再不给，我们再多加一手也没关系。500 块кабамыз. 50 块кабамыз.
能看，关键是能看到价格，也是好朋友，不要让别人失望。以后人家有东西了，还会找到我的。我是我的妈妈的。我是我们三百多块钱的什么单？那是突然发。很多朋友肯定看到这个视频，也会说：“瘦雪哥，你今天终于碰到对手了。”不是对手啊，他确实一个是比较难，但比较难说话，但是人家买的东西便宜啊，这东西这个钱是人家该挣的钱，人家该挣钱你必须要明天挣到。好了，这个地方呢没人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收到的第二枚宝贝，我们看一下，双面枣红皮，一个天然的一个章子，可以立在这儿，而且这个料子呢形状非常好，饱满，油性也非常不错。这个料子我刚才弹的时候一直放在口袋，这个东西就是他不说本钱的话，一眼呢能够看到40000左右，所以说这个料子有性价比。我们打开看一下啊，皮子呢而且非常有意境，皮子呢熟得非常好，这边呢也熟得非常好，看可以啊，这个料子加了7000，这是人家的本事啊，32000挣了7000块钱啊，39000，喜欢。还说不难啊，还不难啊，还说不难，你说那好买了两次吧，哦，是不是毛不是多比赛啊，六块啊，六块吗，啊，毛啊，啊，哎，你那家下去啊，他是毛啊，哦，没那个的妈妈送空气的妈妈送空妈妈爸爸送空爸送空爸爸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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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就把麦克，他就把麦克，什么空着吧？现在，空吧，什么空吧？哎，啊，什么空还是干不是？啊，那几个漂亮的吧？今天的第三枚收获，双胞胎，金刚葫芦娃。100块钱啊，非常有性价比。我不知道哪个粉丝喜欢，到时候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粉丝的。他一个有这样这么大的肚子，我说再给我拿一个再买。那你要买这个吗？形状不对，颜色也不对。这个是原则，这个是稍微动过了一下，修下形状还是颜色，你自己考虑。嗯，是不是？你不要在阴，你要看到，你要在这个自然光底下看，就像看你手指头上，你这样子看指纹就可以看花，你这样子看。啊，看指纹是这样子，没事，这样子，你们要是买要买啥东西看不懂，你找我就行了啊，不要乱买。现在吧，这些人他连我都敢坑，再别说你们了，啊，不要瞎买，因为你这东西，你买完以后送给你要给别人的，送也好，就是卖也好，你卖出去块，人家旁边万一有像我这样人的话，你卖了个这样假东西、假皮子的，你自己脸面也没有，对不对？嗯，啊，亲人，慢慢劝慢慢。我们要记住，你在一个行业里发展，你想长期发展，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名声、好的名气。不管是在核电业行业也好，或者在其他行业也好，一定是这样子。小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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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哎，怎么不能？哎，怎么？啊，哎，怎么？哎，怎么算？那是你算好了。这个怎么给我？你说他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啊？他是五岁呢。啊，刚送来一个手把酱，这料子还是不错，撒丁皮，黄白种，肉质很细。我们现在就看看能不能把它拿下来。他要了25块钱啊。你是不是帮忙一个？谢谢，谢谢。嗯，就是没关灯，那你不在吧？
oturuşun var mı? Yok. Ha? Yok. Yatırış mı yapma? Yok. Abi canlı bir dana abinden boğazın ya. Ha? Ya tamam onu duyuyorsun ama. Yatırış mı aldı? Güzel katı ya. Bu ne yap? Güzel katı. 我刚才现在问本钱他没说这个料子呢我能看到十万以上这东西非常完整舒服肉非常细将近比当了呢将近75000元100000元的100000元的你们都已经给你给百人的人给他亏东西吗对啊我还是给光了噻对啊满满的呢啊将近他满满的亏的70000元快80000元亏的 90%降了噻，90%。嗯，那80000呢？80000块的，80000块的。通城现在说，咱们不那边嘛。那好多呢。让咱们再说的，反正呢。啊，那不是你说话，你看那不行吗？看不看不？看不看？都是假的嘛。看这料子很像，我给他一口价就给了8万哦，为啥没加1-2千？ 因为这东西很抢手，我们在城区看的，这边看。不要看我在想了的噻。不是，他从这好些不？啊，要路如果从百一百的话，十公分、十公分的嘛，等等的嘛，百十公分的嘛，等等的。啊，太贵了，太贵。没得。 也挺不错的，困难还，不然的，现在说出来，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大家爱吃了，我们大家爱吃了，我们大家爱吃了，从来呢？嗯，啊没，啊，看不到，比什么大个？是比个什么？比个什么？哎呀，多少米高的？比个什么？我们三米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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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Tamam biz canlı zaman kendi sonuna. %10 şey bir de bir şey. 直接拿掉了炸金皮暖白装，一把抓，肉质非常细，油疙瘩，8万5，加了1万块钱。今天买到的第4块宝贝哦，一个手把剑，第3块宝贝呢，2个大葫芦。两点了，我们看一下小紫市场人呢也扎堆了。 Ben 20'ni cevaplayalım. 20'ni cevaplayalım. Şekil ve kuzumda. Yine ben bunda okuyacağım. Ben yine de başkası sal tayin normal.
Ama bu tane saltı gide çiçek bayını bana. Bana taydan da ep yok. Minkwe pek tutuyorum da. Tunne kadar tutuyorum. Yoluz mu ha? Yoluz. Gönlüm mü sen? Yoluz. Bak kas kumşiden taşı akaya nasılsın? Barısı bilen kodun şükür. Şimdi uzda yakan değil mi? Uzda sattı kaydım ama. Cep bedim bedim de ne kas kumşiden taşı. Bana ben cep güvenliyim. 17 bin kogu bir. 17 bin kogu bir. Burada. 15 bin aslında bezin de diş bakıp onu sıkarsın. 15 bin de aslında da malı gidip 15 bin kogu bir. Yükendeki gebemde. Bu 10 tane satsak hem de bu maydur. Mavayla ben bir geldim lan aşkım ben fayda. Onun da cin gel ben pulsa ben. Bunda gel oy. Hadi Mingo kaldı sana da ona Mingo taydı kan yine 15 man. Mingo yana aşkım ben fayda bizim beynimiz lan ha. Al gel. Erde yana. Erzen bezden ben çok koyayım ben. Erzen git dışarı bu taş. Yal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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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料子很精，我准备拿回去配手串了。虽然东西小，但是要达到三点：形状、皮色、完整，必须要达到，要不然卖上没有意义。你们大家说是对的。现在说干嘛？你把我，不得款。啊，木板上包的嘛。那是把俺媳妇干嘛？也没有。 干什么吧？啊？那去比什么吧？啊？我风格的嘛，我都是买。两个两个。这开的嘛，我这嘛，刚好像两块一样的。灯泡一样的嘛？嗯。蜘蛛的长的黄裙子的，一个小一个左脚。上次我大家还记得吧？买了一个右脚。 但是长靴子，这是一个真一个脚。家里面不是啊，家里面。现在成本告诉我们了，1.5，很新的料子啊，我们现在准备跟他商量一下。 今如果能买上最好。那这比上班的多，平常了嘛，这最买。我们快点，别的干。我们快点，这样。这怎么的嘛？那是不是拍出来了？没有，没有，没有。这怎么的嘛？家里不是那东西给你们说贵的吗？在家里面，我们家的，在家里面。三十块来的嘛？成本现在是15,000，我加了500，没给啊。这料子很有意思，吃猪肉长了。 把它买上最好，因为今天我们能买上这个话，我觉得今天我买的东西都挺有特点的，一个就是一个。那就比什么什么那个，就是那个。那是名贵牌子，也挺好。应该的呢，名贵包装的，包不是买的。俺们这结果没得嘛那个。兄弟，买了刚刚说的。啊？加了1,000块钱啊，10,600，我们把它买了，它异口气东西，青黄子药，这种吉雅香和马甸产的东西啊。 优先非常不错的。大哥，您坐吧。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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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Ya can demem sana. Ya aday bu ne avan yüzon kayda yüz on beş milyon kayda bir tutar çadaş ben sen alt kaydan bak. Bu ne cına da kardeş. Şimdi oldu mu ha? He can sonra sen bu tane. Şimdi人特别多我拿过来旁边给大家漏钱啊，他要了25万，本钱不说，买了有段时间了，就11万没给，11万我们卖出，我们先谈价。满不在呢，那去啥子了？那房子？那价格卖？咱们去再再给点。别人用17000块别人的，他给咱包干的，不是包的吗？啊？这俺大姐包没？讲到的啥？
身边围了一群人，大家都想知道我在买啥东西，我就是不能拿出来看，给他们拿出来看了，这个生意就毁掉了。我从十万块一直给到人家没吃出价钱。他买的东西有可能一两卷，我刚才说有可能他一万块钱买的，两万块钱买的，我们不重要，他市面值现在值一个值一个什么样的价钱。我们先给大家再看一下啊，虽然他以前买的，但是这个一看就没有玩，是个新料子，桃心形状，撒金皮，暖白种。我们再争取一下，这个东西不能错，一错过马上就买掉了。你看他这儿，每天都能成交很多，很多人都在这等新料子。如果拿掉的话最好啊，今天就买了。啊，第二块手吧，这样对吧？人家出了11万没卖，出了11.5万也没卖，我给他加了5000，12万我们把它卖掉。亮出我们今天12万收的第5枚宝贝啊，我们看一下。什么东西？三角形桃心手把件，黄白种，啊，料子料形非常完整，一把抓细度啊，任何地方没毛病。我们打算看细度啊。很完整，麻店老叔。可以了，我们现在再去看着今天的第3圈啊，收到的这个宝贝。再转第4圈，今天呢人还是比较多，我们好好加把力。